网上有好多专家对洪门嘅描述，都系俾小说、电影误导嘅。其实洪门唔等于天地会，洪门只系天地会五房之中嘅二房。五祖咧亦唔系少林和尚嚟嘅，五祖之中嘅方大雄先系洪门嘅老祖，其他四祖各有一房嘅。呢、这个视频咧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加州保存嘅清末时期洪门文献。旧金山至公堂成立于1848年，第一任乡主林盈将广东洪顺堂个斗同埋三仔接到旧金山，最初系叫做洪顺堂嘅。到了1897年喺加州政府注册社团牌照嘅时候咧。然后先改名至公堂 Society， 英文名叫做 The Chinese Freemason 中华共济会。后来南北美洲各大埠都有分堂，故此在美洲流传落嚟嘅洪门文件咧，都系清末时期嘅。加州首府 Sacramento 有一间叫做 Placer Museum， 收藏咗两本光绪12年嘅三仔，三仔即系嗰本所谓洪门秘书，又叫做包袱、汇报。四邑人叫做三仔，是记载住洪门出处、世系、入会的仪轨、各级会员底份师、盘问师、食饭、饮茶、食烟暗号等等等等。而至公堂民国3年印刷版呢，内容更多。就在这里同各位介绍下天地会人物结构、五祖的出处和为什么叫做洪门。火烧少林寺这个故事是来自西老传的。西老传呢就是洪门秘书的罪。不过这个故事是老作的。可能你们未听过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的情节。等我粗略地介绍一下火烧少林的原本故事。话说唐朝的太祖皇帝曾经来过福建省福州府盘龙县的九连山游玩。见到这里山川灵气，就名人在这里起了一间净莲庵。元朝末年朱元璋曾经在净莲庵避难，得到佛祖加持，得到天下之后呢，就将净莲庵改名叫做少林寺啦。咁少林寺又点同朝廷结怨呢？是因公元1647年，即是康熙13年甲寅，有西佬番奴入侵中原，清兵就屡战屡败，皇帝要贴出皇榜招贤纳士。于是少林寺128个僧人就揭皇榜出战，杀退西佬番奴之后就回朝复命。康熙封官赏银，但和尚拒绝封赏，就回寺修行了。有奸臣陈文耀、张建秋两个就同康熙讲：话班和尚咁好打，但又唔肯同朝廷效力，视为隐患。于是就派张建秋在正月15日上元佳节送毒酒去少林贺节，又在寺外放火炮，结果寺内僧人死剩18个，逃避追杀途中又死埋13个，剩翻5个和尚。一路走避就经过广泉、长沙湾、湖南、乌龙江、高溪庙、灵王庙、港尾、普庵寺、龙虎山等等地方，结识到各方豪杰，然后就找到白鹤洞的陈近南，到了红花亭招兵团粮，再在浙江扶蒲县遇到万云龙。原来万云龙本姓胡，名孟喜，别字和满，法号叫达宗。他手持双龙宝棍，勇冠三军，众人就推举他为主帅，杀上长安。可惜打到9月初9，万云龙战死，有尸叹曰：五凤山前立战功，清兵谁敢与争锋，只因马前差一足，撑岩石下丧英雄。咁主帅战死，陈近南就话大清气数未尽，而家就成立一个天地会，将人马分成5支旗，分发到各省招兄弟，待时来运转之日，再举大事不迟。咁陈近南就返咗去白鹤洞啦。这个故事的情节好牵强，清康熙年代根本没有西佬国，更加没有西佬入侵这件事。第二，康熙13年正在强盛时期，如果朝廷兵都不够打，120人又怎么打呢？还一个都没死。
第三，如果朝廷怕你造反要冚你档，又使乜嘢送毒酒咁鬼鼠啊？第四，福建嘅少林寺早在元末明初就烧晒，咁又点解会作个咁嘅古仔去做三仔嘅罪呢？因为1674年系广东三合会成立嘅年份，或者可以讲系天地会分五房嗰年啊。故事里面有啲系真嘅，其中嘅人物都系洪门拜祭嗰啲祖先，连后五祖都有名有姓，但系由头到尾都未介绍过走出嚟嗰五个和尚叫乜名。因为五祖咧唔系和尚出身，如果你用正五祖嘅名位嚟做和尚咧，就会不敬啦。咁五祖其实又点嚟嘅呢？先讲天地会，天地会原来是咁写嘅。天地会奉朱红英为太始祖，老婆叫做金氏国太，始祖叫做洪启胜，老婆是避氏九娘。佢麾下嘅主帅有万云龙，军师是陈近南，副军师是洪万章，先锋天佑雄，仲有谢邦衡、吴金来父子。万道龙、万道方、郭秀英、郑君达、郑玉兰，四大忠言的韩福、韩鹏、郑田、李昌国等等文臣武将。然后到五祖，五祖又分前五祖、后五祖，是有师为证的。龙虎龟蛇灭大清，阴阳配合四九成，16福建开甘肃，27广东及楚城，38四川云贵会，49江南西蜀兵，50河南转东鲁，留来日后表真情。龙虎龟蛇留到下边先讲，先讲啲数字，16、27、38、49、50系套用河图洛书嘅先后天卦位数。个卦序词咧系16共中，27同图，38为酉，49为朋，50归中。呢首诗嘅意思是点出每房前后祖的乡下，两个数字是代表两个地方同一路人马。详细的情形如下，长房是蔡德宗，在福建甘肃两处起义，叫做青莲堂凤凰郡。二房是方大雄，在广东广西两处起义，叫做洪顺堂金兰郡。三房是马超卿，在云南四川两处起义，叫做嘉后堂连章郡。四房胡德帝，在江西湖广两次起义，叫做参太堂福浦郡。五房李色开，在河南浙江两次起义，叫做宏化堂陇西郡。后五祖是前五祖的分支，长房吴天成在甘肃分支苏州浙江。二房洪太岁在广东分支漳浦广西。三房是陶必达，由云南分支四川云霄。四房李色帝在湖广分支河北云浦。五房林永超浙江分支江西。咁后五祖之后嗰个分支呢就叫做五虎将，吴天佑、方卫成、张敬卿、林大刚、杨文佐，即是每房有三支旗，总共15支旗，标寿合和同，公侯白子蓝，仁义礼智信。颜色的顺序是乌红赤白绿。咁红门呢就是寿字红旗啦。二房的招牌诗呢就话摇摇摆摆往西东，英雄起义高溪中，12金兰通四海，寿字红旗镇广东啦。因此红门的全名呢就是洪顺堂金兰郡，前祖是方大雄，后祖是洪太岁，属天地会的二房，势力范围在广东、广西，楚城的即是江西，用寿、侯、二、三之旗。三点水呢是洪门的昵称，更加是代表三河合的。朱红英死后呢就葬在三河合，就是牧羊城的所在地，亦即是天地会的发源地啦。金庸小说介绍过我首暗语对联：地震高岗，一派溪山千古兽，门潮大海三河合，水万年流。那个不是暗语来的，那个是牧羊城的门联。为什么写溪山呢而不是江山河山呢？朱红英得返少少三河合藏身，那就是溪山咯。
三河合水又是哪三条河呢？答案就藏在龙虎龟蛇会之中，又是道教嘢嚟嘅。龟蛇呢象征北方元天大帝，即是北方，再有左青龙右白虎，咁就是东西，就即是东西北三条河汇合啦。万云龙死后个墓碑上写住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支达中宫和尚塔，十六个字都加三点水。五房的印信江鸿明其泰都是用三点水，是用以纪念三河合牧羊城天地会这个发源地的。还有达中和尚那间长林寺，如果你将个长字读年长个长字，相反的意思就是年少的少字，火烧长林寺就变成少林寺了。历史上1674年之前，康熙主要是利用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三藩的兵力去剿灭南明的。永历帝朱由榔就是死在吴三桂手上。到了1674年后，康熙就开始平定三藩，天地会的败兵就更加要解甲归田了。广东洪顺堂呢就改成三合会，隐身在市井之中。由于背景特殊，就要用暗语暗号来联络，同门之间就互相扶持。世人都听过三合会有36世，其实仲有21例十禁。呢啲誓章同埋会规呢就係三合嘅宗旨内容。今日讲唔晒，下期再同各位介绍三合会系边三合，同埋晚清时期嘅36世内容。下期再会。